你是说在找东西是要在这边找东西？有个小地球仪。那边很大吗？小的地球仪。那边的很大吗？我不知道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想要借走，因为大家要拿去校长室拍。我们今天放学就会还。对，今天放学之后。有吗？现在就要拍了。现在拍这边呢？拍这边，我还没有整理啊，等一下。好，再，那你们再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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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继续聊，三分钟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继续聊吗？聊什么？还是什么？帮我想啊。我根本想不到我。我也觉得地球仪很棒。我只想到地球仪啊，不然是飞机。飞机。可是我们都丢纸飞机了。对啊，可是那边有飞机模型啊。不要，还是有船啊。船？为什么会有船呢、啊？货柜。货柜啊。哦，你们科也好酷、哦。进出口都算了。哇哦。酷。还折一个那个纸船。纸船很难看哎、欸。好、啊，那就地球仪了，管它。地球仪啊，怎么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哈，我们先去那边拍，因为那边很多东西，然后再看什么适合，然后再回来拍这里。没有，这里这里不用拿东西、啊，这里还不会找到那个东西，这里就只是翻上就结束了。哦，这里是一个。哦，翻就结束了。哦，是，这里还没有找到那个东西。这今天是一个拍摄日常。今天是开心的拍摄日常。这里好凉哦，这里比图书馆凉哎。对啊。对啊，这里比图书馆小。小间。然后又大排冷。图书馆快热死了。图书馆没有开啦，而且有那个人啊。好过分哦。爽。瘫软。没人的时候就关掉它，很浪费电。软烂。哪有？现在图书馆人好多。有吗？有啊，大家都来做备审。哦。